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来到恩宠快讯。下周六日的信息是由刘伟茂牧师带来的《复活的大能》第二集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人从死里复活、使无变有的神。想知道这不可思议的大能是如何在我们身上运行的吗？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一天的信息哦！由刘伟茂牧师带来的复活的大能第二集。在上周恩宠的十周年堂庆，我们看见每位弟兄姐妹投入在其中，一起欢庆恩宠在桃园的第十年。衷心的感谢各位在这些年陪我们走过的点点滴滴，让我们一起来看那一天的回顾影片吧。趟冒险的旅程，有你我就平静安稳，与你同行到应许之地，你大能的神迹更新我的生命，你带领我前进，我相信，我相信。我神的名满有能力，有你我就不知畏惧，与你同行到应许之地，你的却不离不弃，你在埃及里行神迹，哦，必领我入迦南美地，旷野里人民虽被你，你的爱却不离不弃。生机更新我的生命。最后让我们一起跟左右两边的说，崇拜早点到，恩宠不迟到，提早预备心，来跟天父约会吧。恩宠快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